要感谢神明保佑，宋马良啊，马中两国宋王传生于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今天我们由马来西亚侨生工会主席以及宋王传主任拉杜延永和身为主祭，加州对华特使拉杜维拉延天禄也是主祭人，永前殿副主席严先华以及总务方有才代表永前殿身为主祭人，清华宫主席侯汉立先生代表清华宫身为主祭人，华德宫主席拉杜刘伯祥代表清华宫华德宫身为主席，以及海南会馆天后宫清侯宫主任王高业先生身为主席，以及玉华宫代表赖鸿乾先生身为主席，其他人身为陪祭，像本殿的慈福王爷、朱福王爷、温福王爷、李福王爷、白福王爷，以及2020年宋王传的游王千岁，致感谢来我们上香，一拜，再拜，三拜。现在我们献茶仪式。一个转现在献果，现在我们向诸位王爷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谢谢。